迎大甲建龙宫。好了，我把镜头交到位，大家注意。来，大家好，表情也非常好。咱先给我们通过，我们的镜头来参拜妈祖啊，来参拜妈祖。来，请咱交通队的员车注意哈，咱即条街要做施工，啊，大家跟我做好去注意。咱再次感谢咱福建、咱总务、咱天佑宫、咱全体贵宾，以及咱董事长高兆彦先生，以及全体贵宾，以及咱大家弟兄姊妹，非常感谢。再次给咱总务天佑宫掌声鼓励，感谢给咱全体天佑宫、咱全体贵宾，以及咱大家弟兄姊妹，非常欢迎。